啊，小猪佩奇困了呢，我们让它去床上睡觉。这个是佩奇的鳄鱼公仔，它要抱着它睡觉。小猪乔治也困了，我们让他跟佩奇一起睡觉。我们帮他们俩盖好被子，不然会着凉的哟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呀，他们俩睡得多熟啊，呼噜打得咕嘟咕嘟响呢。天亮了呢，我们叫他们两个起床吧。乔治真乖，一叫他就起来了。小猪佩奇还在床上睡懒觉，乔治要过来叫他起床。佩奇，快起床啦！好的，好的，我就起来。佩奇，你忘记叠被子啦！哎呀，差点忘了呢。小朋友们也一样哦，起床之后要自己乖乖叠好被子。叠好啦，去刷牙洗脸吃早餐啦。佩奇坐在右边的椅子上，乔治坐在左边的椅子上。我们先拿一盘饺子给他们吃，我们让佩奇先吃一点，然后再给乔治吃点。我们再拿两瓶果汁给他们喝，这次要让乔治先喝啦。再给佩奇喝果汁吧。最后拿两个好吃的雪糕给他们吃，先给乔治一个奶油雪糕。再给佩奇一个草莓雪糕。好啦，吃饱喝足啦，我们让他们两个出去玩耍吧。我们让他们俩来这里玩跷跷板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呀，他们俩玩得多开心呀。